各位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你再次来到 Vivian 老师的英语课堂，我是你们的 Vivian。好了，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复习讲次，按原计划进行哈，我们每次的第五讲呢复习的都是第一至四讲的主要内容。那么在我们开始复习之前呢，Vivian 不得不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哈，来自外太空其他星球的陨石啊。再次坠落到地球之上。如果今天我们能顺利完成任务，那我们就可以引爆这些陨石，让它们不会把地球造成任何伤害。但如果今天我们没能闯关成功啊，那这颗陨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它们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大，有可能地球就要爆炸了。所以今天能不能拯救世界，就靠你了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肯定要进入我们的词汇关。那在此之前，我先问问吧，孩子们，前四讲的内容有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，然后用自然拼音把每一个单词都背好的同学来举个小手，看一下。好，有些同学可能有点胆怯了，说背了，但可能没有背那么好，算吗？算吧，我就稍微让一步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们都会按照 Vivian 的要求去背诵单词的，对吗？因为你们都是听话的孩子，我猜也能猜到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关，疯狂拼单词。那前四讲呢，其实呢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些比较容易让我们记不住的东西的，比如说有一些短语呀，比如说有一些反义词啊，的确让我们抓头。但是啊，如果你努力去记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那呼噜，把我们的题目搬出来吧，单词小试手哈，这是第一轮而已。有人说，薇姐，那还有几轮啊？保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轮。首先，你看到了无数挖空的词汇，对吧？那这些词汇呢，它们又分成不同的 colors， 对了，就是颜色哈。那我们不妨来猜一猜，孩子们 ，How many colors can you see？ 能看到多少种颜色呀 ？Yellow, orange, blue, and green。对了，那我们先看 yellow 色系哈。yellow 色系，你能发现两个，这两个好像是关于我们第一讲的内容的，是不同的什么？哎，我稍稍给你点提示哈，看 orange 色系哈， orange 色系呢，好像是一些动词，然后一些关于比如说出去玩啊，类似这样的词汇。那再看蓝色，蓝色很显然都是短语，而且是动词短语，对吗？那最后看绿色，绿色中间都有个小杠杠。哦，有可能是反义词，对吗？好，那现在分析完了，我们叫什么？必须得了解对方才能诱敌深入，是不是？才能解决问题。那我们不妨来一起看一下。Number one is a kind of shape， 它是一种 shape 形状。那你看它给出的字母，你能不能猜猜它是谁呢 ？C blah blah C L E， very good， circle。C 什么呀 ？Sir 中间发 r 的音是哪个字母组合 ？C I R 非常好 ，circle C I R C L E very good。Now let's move on， 我们继续哈，看下一个 D R， 然后 blah blah K， 橘红色好像是有关动作的，对吧？那动词这个好像是 very good， 叫做 drink 非常好。那 drink 怎么拼写 ？How to spell drink？ D R I N K， 那我希望屏幕前的你做一件事儿。对了，如果你拼出这个单词的速度比 Vivian 快，比如说我刚说到，哎，看这个单词，这时候你马上脱口而出 drink D R I N K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就给自己画一横，写正字儿，一个正字儿是五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你最后有多少个正字儿，那就说明你比 Vivian 要快多少个单词，说明这个单词你掌握的真是太 perfect 完美了。从现在开始哈，好了 ，drink 过掉，那接着看下面的 play table， 哎，人家都给了你三分之二了，只让你填一个单词，你要再不会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？那 play table 什么呀 ？tennis 非常好，那这个单词。T， 想想 T T
好 play table tennis. So what is table tennis? 哎，对了，叫做乒乓球，对吗？是我们国家的，也算国球了哈。我们的乒乓球打得非常非常棒。So play table tennis. 好了 ，next one， 一看中间有杠杠，一定是反义词。反义词，你看有一个 LD， 然后 YO， 想到什么了？Old and young， 非常好 ，old O L D 很好 ，young 呢 ？Y O U N G， 对 ，old and young，old and young， 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，非常有难度哈，就三个字母，可是人家给你抹去两个，那要仔细想想，又是和动作有关，那前面有喝了，这个就应该是。有些同学已经说出来了，叫做吃 ，How to say that? Eat， 非常好 ，E A T， 对吗 ？Eat， 你的速度有我快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动词短语系列 ，Go 什么 ting？B 打头的，然后 ting 啊、哦，我想到了 ，Go boating， 划船，这个单词你会拼写吗 ？Boat 一定会吧 ，B O A。这可是我们早就学过的单词 boat， 对吗？后面加 ing， go boating， go boating 叫做去划船，对不对？好，马上啊，已经过半了哈，孩子们，继续看这儿，这个单词一看是 space 结构，对不对？一看前后，中间还给你空了一个，就猜肯定是 space 结构。那么无非是 a e i o u 分别加 space， 对吗？那你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动词哦。想，赶快想，我们第二课学了什么呢？对了 ，hide， 想起来了吗？那应该是什么 space e 啊？发 i 的音，那应该是 i space e， 对吗 ？hide， very good。So next one， very easy， 叫做 watch TV。So 是哪个字母组合 ？C H。对了 ，watch TV。Watch TV， OK， 那 next one 又是中间带杠杠的，那肯定是反义词。我们来想一想哈，前面有 Q U，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O W， 我想到了龟兔赛跑，那是 quick and slow， very good， quick， Q U I C K， slow 呢？ S L O W， good， quick and slow。Quick and slow， 非常好，就是快的和慢的，是吗？好，那下面这个，注意是黄色 ，yellow， is the shape， 它又是一种形状哈。天安门 ，yes， 天安门 square， 就天安门广场，天安门广场是什么形状啊？方形的，对吗？一个方形，四方形哈，那叫做 square。Square 怎么拼写来的？哎，太棒了 ，S Q U A R E， Square， right？ OK， 那下一个是属于动词里面的重磅炸弹哈，比较难，就给了首尾两个字母，它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动作。比如说日本人哈，见到别人的时候总喜欢做这个动作。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动作？鞠躬或者弯腰的动作。这个弯叫什么来着？对了 ，bend， so b e n d， bend， 对吗 ？Very good， so bend means 弯哈，弯的意思。好了，那最后一个 go 什么什么，这一看结构又有 space 结构，后面还有 ding， 猜出来了吗？ Go bike riding 非常好，那 bike 应该是什么 space e 呀、啊、？I space e 对了 ，Go bike riding ride 其实也是 I space e 对吗 ？R I 只不过加 I N G 的时候需要去掉结尾的 e 再加 I N G 那就对了，对吧 ？So go bike riding， go bike riding。好了，那第一轮已经完成了，你有多少个正字啊？有多少个正字说明你比 Vivian 快多少个单词？那总共这页有多少个单词呢？大概有12个左右，12个。对了，那你应该如果有两个正字，就说明有10个单词你都非常非常熟哈。那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第一轮 ，bingo， let's move on to the second round， 第二轮。好，那Vivian同时还是要先给你
5秒钟的时间观察，5秒钟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观察完了以后，我们马上进行 Number one。The color is yellow, so it must be a shape. 它一定是一种形状，对吗？那 ST 后边有两个空是什么呢？天上的 yes，星星，星星也就是 star, STAR，非常好，star 星星的形状，对吧？好，keep going. Next one is a verb. 它是一个动作。比如说表演一下小猫，喵喵；表演一下小狗，汪汪。好，这就是这个动词，叫做 act，表演，act，非常好，叫做表演哈。OK，那 next one 一对反义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有 G 打头，然后 B 打头。哦，我猜到了，应该是，对了，good and bad，good and bad，so G O。O D good and bad B A D 是大嘴的，对吗？哎，大嘴的哎，So good and bad，你会了吗？好，下一个是个动作，想到了吗？Listen，非常好，LISTEN，Listen，Follow me，Listen，Listen，Listen，OK，那 next one 超简单吧？It's a verb，它是一个动作。FLY，太棒了，fly 叫做飞，是不是？Fake。那 next one，opposite 反义词哦。什么什么是 H 打头的和 C 打头？注意微变的动作，叫做 hot and cold，非常好，hot，H-O-T，good，hot and cold。Cold，good，hot and cold，good。那 next one is a phrase，它是个短语，是去干嘛呢？Go swimming，非常好，Go swimming，swim 会拼写吗？swim，非常好，swim，so go swimming 叫做去游泳，没什么问题，继续。It's a shape，这是一个形状。而且是形状里面的老大，因为最长了，它叫做 rectangle，rectangle 会拼吗？什么形状？对了，是长方形啊，rec，rec，对吗？tangle，tangle，这样就没错了吧？rectangle，rectangle，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好，keep going。Now this one is an action，又是一个动作。叫做什么呀？Nod，非常好，点头是不是？Nod，OK。那 next one，opposite，又是反义词，什么 and 什么？In the daytime it's，at night，好，又是一对反义，叫做明亮的和昏暗的，叫做 dark and bright，非常好，dark，R 想想 star。D-A-R-K 对吗？Dark and bright, B-R-I-G-H-T。那我有一个问题了，告诉 Vivian G-H 两个人发不发音？不发音，又是滥竽充数的两个人，对吗？So bright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有点长了。刚刚在上一轮的时候，我们学到了其中一个动词叫做 hide，藏。就是藏起来了。那这个呢是一个游戏，叫做捉迷藏，也就是藏起来，然后再找。所以这里面包含两个动词，play。首先玩，play P L A Y 会写吧？Hide 刚刚写过了，H I D E，Hide and seek，注意 seek S E E K，非常好。Play hide and seek，play hide and seek，very good。Now next one, it's an action，又是一个动作，叫做 open，非常好，O P E N，叫做打开，对吗？Open，right? Now next one, the last one, touch, good, touch, T O U
touch. What is touch? 什么叫做 touch 啊？摸，对吗？摸 touch， 摸的意思。好了，第二个明显渐入佳境了吧？好，那么你有多少个正字呢？在 Vivian 说之前就抢答到了的才能画正字。好，进入我们的第三轮终极关卡，来 ，come on！ 哇塞，看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哈。好了，同样 Vivian 给五秒钟观察。时间到，我们要开始了。Let's go. Number one is a pair of opposites. 又是一对反义词，一看这长相 ，blah blah v， 还有 blah blah t， 还有 gh， 想到什么了？Heavy and light 叫做重的或者沉的和轻的，对吗？那 heavy 怎么拼写啊？是一个组合，既能发长音的 e， 也能发 i 的音，是哪个 ？e a 组合，太棒了。Heavy and light, L I G H T。对了 ，heavy and light 叫做重的和轻的，或者沉的和轻的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动词短语 ，go 什么？刚刚见过面啦 ，go 非常好 ，bike riding, B I K E。只不过这次要求你写出前面的单词，对吗 ？Go bike riding, good。那 next one, it's an action, 是个动作。The house, 对了 ，paint, P A I N T, very good, paint, 粉刷，粉刷或者涂色都可以 ，paint, paint, OK 吗？好 ，next one, it's a shape, 这是一个形状，它是这种形状。Triangle, very good. So try T R I, 超简单吧 Triangle, triangle, very good. The next one is an action, 又是一个动作。I'd like to the zoo, 叫做 visit, 太棒了，而且很简单。V I S I T, visit, 叫做拜访或者参观，对吗？或者去都可以用它，对吧 ？Now next one.我这干嘛呢 ？Good, read, R E A D， 在读书对不对？读非常非常好，来抓紧了，就剩最后一点点，一定要坚持到底哈。Now this one is a game， 这是一种游戏哈。You should prepare a kite first， 你要先准备一个 kite 才能玩这个游戏，叫做。非常好，放风筝 ，fly a kite，fly a kite，good。那 next one is an action， 叫做 jump，J U M P，jump，good，very good。那 next one opposite， 一对反义词，有点难，注意看，人家给出后面那个反义词是 weak， 什么叫做 weak 来的？虚弱的，对吗？柔弱的，虚弱的，那前面就应该是。强壮的哈，叫做 strong， good， strong， S T R O N G， 是这个人 strong， strong 的哈，非常厉害， OK。Now the last line， 最后一行， number one is an action， good， sleep， S L E E P， very good。Now next one is an， it's a shape， 这种形状还挺少见的。You can find five edges。可以找到五条边边，那就是它是什么边形？五边形 ，good， 那叫 pentagon，pentagon，p e n t a g o n， 有没有我拼写的快哈 ？The last one， 终极挑战，最后一个，准备好了。那什么 pictures？ 对了 ，draw pictures，d r a w， 非常非常好 ，draw pictures 叫做画画，是不是？画画 draw d r a w， 太棒了！我们的三轮考考你词汇，恭喜你们成功过关。